苗栗县三义高中的学生的刘明峰，第一摆参加一百公尺红岩土双人类全国竞技比赛，就用丰沛组全国第一的学科成绩，完过改变的学科表现，拿到为金书奖的荣誉。坦白，伊就希望考到理想的大学，继续来学丰沛的数字。利用自家种嘅自制嘅草莓嚟做出好食嘅鸡卵糕，此时就东江记丰沛甜点嘅刘明峰，伊是等自家好，韩国近此等嚟做甜点，各种家下现在因为国联合搞，唯一有纯烟壳嘅三亿各种类通俗，佢是接受专业师资指导，第九年代特别参加全国各种竞技比赛，同全国一百九十间嘅学校总共829嘅学生嘅强下嚟比输赢，前面系用学科第一名嘅成绩，韩国同学嘅学科表现。得到金书奖的好成绩。我考迄种吃谱的按钮啊，来去甲伊做乱搞啊，迄去甲好个按钮。刘明峰也摆伫全国竞技比赛当中，系有同学嘅表现，同学教真光荣。高峰讲，刘明峰平常时上课系同认真，韩国同学们留下笔记，做到不卡韩会经典时，有时接班也韩会传作品向先生来指导，未希望佢将来会有韩卡好嘅表现。我学生嘅吼，都依然地方来读书，哈啊家长也好。老师啊，吼，全部都认真搞起，其他同学忙，吼，所以有安尼好的成绩，吼，未来吼，对于托有希望，吼，托个安尼高雄的餐饮大学，吼，继续同台。一不得到金书奖的荣誉，嗰所刘明峰未得到既有报数，无就系真正加分嘅经历。佢希望做啲顺势考到大学，继续嚟加强丰沛嘅经验，希望做出嚟嘅甜点系大家食到都会有到满足嘅笑容。学生们用完咯，苗栗报道。